盯着手机系统测评的事情，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是这样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上次的紧急会议，我们关于系统升级的把关问题有所分歧，我当众就反驳了你的建议，所以你今天来是特地向我负荆请罪的。对，算是吧，算是。回去仔细想了一下，确实是我工作上不到位，才导致在发布系统之前，产生了这么大的失误。我的责任，我来承担。 你能及时认清自己的错误，这对你、对恩义都是有好处的。好在是在发布会之前发现漏洞，但是我希望下次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当然，下不为例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上次你说如果三天之内把系统修复好，并且找不到任何问题的话，那件事情就算了。 毕竟你也为恩义付出过，但是惩罚还是要有的。这次项目的分红就被拿去当做员工福利吧。有意见吗？没问题。我去安排。过几天发布会的事情还要劳你多费时间。还有过两周手机系统升级的事，你也要盯紧。行，我回去看着他。对，小吴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这次手机总共发布了100台。 可是只对其中的9台进行系统升级，根据测试数据的用户反馈，这笔手机的后台很容易被人为的操控，使用者的搜索数据基本上会曝光给后台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这样的手机外流的话，会不会对我们的品牌信誉有影响？这部手机已经被我拿过来当做样品进行测试了，你放心吧。好，明白。那行，那你先忙。 对，大体就是这样。跟我说的，就让财务按照他的意思办吧。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啊？没事儿，我心大着呢，就这样吧。 这就是你说的那最后一部手机，对吧？手机带着饭，拿去吃吧。站！我不。站！我要回去了。没有说你回得去。我走回去。你认路吗？我就算迷路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这个变态偷窥狂待在一起。 不是变态偷窥狂，我那……你那什么？好心给我手机安数据监测，哦，我说我手机最近失灵，搜索引擎崩溃，全都是你搞的鬼吧？在背后监视偷窥别人隐私，是不是特别有趣啊？哎，你这闺蜜啊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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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厉害！你瞎说什么？看着你明明因为他们订婚难过的不行，却只敢躲在家里面搜花边新闻，非常有趣。你。 你别当总裁了，你浪费你天赋了。你去教养队，专门看监控录像，全程都在你的掌控中，岂不是更有人生乐趣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干脆把我掐指算了，这样我还敬你干脆利落，你这算什么？在背后偷窥别人隐私，真让人瞧不起。你为了逃避他们订婚的现实，却只敢躲在家里面打鸡蛋炒冷饭，就被人瞧得起了吗？
你搞没搞错？是你让我来给你打鸡蛋炒冷饭的，你更让人瞧不起。丸子，我在看，看够了没？咱们走。稍等一下。女生，哎，看够了，看够了。穆千初的订婚请柬还在吗？还在给上了。给他们复信，说我们参加。啊？爸，姐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定的时间跟恩义的发布会撞了，我就让他们往后挪了一下，还是同一天，不过是傍晚开始。这是我的订婚典礼，他们怎么能说改就改？谁同意了？我同意的。爸，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，不就改动个时间吗？媒体的请柬还没送出去呢。爸，这个时间是我跟小弟商量好的，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不能改了。你定的那个时间表我已经看过了，幸亏有你姐姐把关呐。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那么多家酒店愿意赞助咱们，你怎么不同意呢？你非要跑那个小岛上去啊？还有恩义科技发布会的时间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跟他们时间相撞呢？有几家媒体那么早能赶过去啊？爸，如果要是公司的发布会，您怎么改我都没意见，但是这件事情我还是想按自己的意思来。你现在还是普通人吗？啊，你已经是公司的总裁了，不想着怎么利用自己的订婚典礼通过媒体的能力好好宣传一下公司，就知道任性胡闹，你还像个总裁的样子吗？订婚典礼如果对公司没有任何价值的话，那还有必要办吗？爸，我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刚才跟那几个老股东碰头的时候已经把请柬都送出去了。你也别生气，毕竟弟弟从小接触公司事务少，没什么经验，而且现在年纪还小，考虑的不周全也是正常的。叔叔，这事儿怪我，时间是我定的，千初只是为了迁就我，现在听姐姐这么说，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千初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，白天又热又晒的，还是晚上比较好。小迪，你看看你啊，你还不如小迪懂事儿。千初啊，哎呀，你这个格局还是太小啊，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啊？你记住了，从你当上总裁那天起，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，你的每一个举动都代表着公司。你们的这个订婚典礼是这样的，以后你的人生每一个时刻也都代表着公司，好好想想吧。叔叔，你别生气了。千初这个孩子啊，在这方面真的是不如他姐姐啊。小迪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多提醒提醒他啊。放心吧，叔叔，我会的。小迪啊，很快咱们就会成为一家人了，穆氏集团也算是你的归宿了。咱们的公司啊，最缺的就是自己人。我听千初跟我说，你好像有心要学学管理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有上进心又好学的孩子，以后没事儿就多往公司跑跑啊，趁着我现在还有精力，我可以教教你，教教你怎么操作项目啊。好的，叔叔，我会努力的。天初，
谢谢你啊，小蝶，刚刚帮我解围。跟我说什么谢呀？不过你别在意，学姐她说话就那样。我知道姐不是有心的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想不到我的订婚典礼，在爸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广告。其实我从小就知道，我就是为了这个位置活着的。有时候我真想，如果我的眼睛不复明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一直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，不用为这些琐事烦心？说什么呢？你当然要看得见我才高兴啊。不光是典礼的事情，我们这一家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自从我坐上总裁的位置，爸妈还有姐都时时刻刻看着我，你嫁进来恐怕是要辛苦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看我不也有个难搞的姐姐吗？不过上次你跟我说过之后，我决定让她来参加咱们的订婚典礼。你说的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姐妹一场还是要顾及一下以前的情分的。老天真是把世界上最善良最美好的女孩子赐给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怀念咱们以前的那些时光，虽然黑暗，但却很简单，又一直有你在我身边。我最近的记忆总是模模糊糊的，但是我还记得小时候你总是偷偷带我出去看日出，你跟我说即便眼睛看不到，身体也还是会感到阳光的温暖。都那么久了，我都有点不记得。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细节了，不过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手在湖边奔跑，我记得我都快累死了，但是你的体力还是很好。每次都是因为我跑太慢，等跑到湖边的时候，我们总是错过最美的日出，所以我发誓一定要带你看到最美的日出，因为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。母亲初对姐姐真好，我要是姐姐就好了。傍晚就傍晚吧，只要我的美少女战士陪在我身边，我就别无所求了。还美少女呢，我都快成老少女了。在我心里啊，你永远是我的美少女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带我去吃油炸饼，那时候我看不见，给你走散了，差一点就被油锅烫到，是你挡在了我前面，我没事，你却被烫到了。后来你跟我说，你的左肩膀上留了一块很难看的伤疤，我当时虽然看不见，但那个伤疤一直伤在我心里。不知道那个伤疤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，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？不用，都那么久了，早愈合了。集团 NE 科技将于今天中午召开发布会，备受关注的 NE 手机也即将在今天揭开神秘面纱。据悉，新款的 NE 手机在外形和硬件配置上均采用了全新的技术支持，其中 AI 技术的应用更是备受关注。静啊，这世界上是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？我好饿呀，我应该点点外卖。
我已经没有手机了。那我出去买点吧。十块。需要袋子吗？不要，谢谢。四包泡面15元，15块。你到底买不买？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先来。老天爷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早上好，这是你的新手机。石小姐，石小姐，哎呦，石小姐，您现在连反应都没有了，该不会是傻了吧？你和孙洁平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个说我死了，一个说我傻了。说吧，带我要去哪儿？我可是看在你给我解围的份上，才勉强答应上车的。石小姐，您知道吧？今天是我们 NE 手机的新款发布会。嗯。我们小老板是要请您去做庆功宴的。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位就是今天的主厨石小念小姐。石小姐，请多多指教。这是要干什么？龚先生说了，今天的庆功宴，请您做100人份的蛋炒饭。100份？啊，疯了吧！在场的这些厨师都是我们专门为庆功宴请来的，给您当助手。我那天不是刚做完吗？那天不是插了手机进去吗？没吃成吗？再说了，石小姐，今天可是庆功，小老板可吩咐了，您要是不答应做饭的话，就要帮我。不是那天还怪我呀？哎，不怪您，不怪您，这哪敢呢？小老板就是特别喜欢您的蛋炒饭，恨不得把它推荐给全世界。小老板从小的饮食那可是龚老夫人精心制作的。所以我今天一定得尝尝石小姐这蛋炒饭到底是有什么魔力，能让她这么欲罢不能。我是不会做的，你送我回去吧。石小姐，您不能走啊，我们这时间有限啊。喂，小老板。你不做也可以，但是我今天只吃你做的蛋炒饭，在场的都是公司请来的专业厨师，个个厨艺精湛，认真负责。但如果他们今天因为你的缘故被传出去，说连一道蛋炒饭都做不好，影响了名声，那么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我是不会妥协的。那好啊，米生，今天就先这样。既然我想要的蛋炒饭没人做得了，所以 NE 的发布会就取消掉餐饮这个环节，让大家都饿着肚子吧。石小姐，不就是做个蛋炒饭吗？石小姐，如果您真不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帮您悄悄做好，你就说自己做的不就得了吗？这是我刚找到的工作呀，石小姐。石小姐，麻烦您了，求求您了，石小姐，真的是麻烦您了，石小姐，求求您了，石小姐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做，我做就行了吧。现在我们有请产品经理程板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 NE 手机的未来发展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还有我最最亲爱的客户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陈柏。啊，继续，继续。
ENG 引领未来趋势，我们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创造未来，创造那不可能的一种奇迹。哎呀，不能这么多，这个萝卜呢不能加太多，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吃这个味道。哦，快快快，加葱，然后晃一晃。哇，ENG 的未来，我们志在必得。同样，ENG 的未来，也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走下去。谢谢陈柏先生。想必大家也对ENG集团未来的发展非常好奇。那么，对于这款手机的功能，又会有怎样的延伸呢？下面啊，就让我们请出万众期待的ENG科技集团的副总裁龚欧先生，大家掌声欢迎。龚总还没有回来，还有稍等，一会儿再见。想必大家也非常的意犹未尽，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陈柏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ENG集团未来的发展和前途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这个大还是行。石小念，你看看你，大厨不像大厨，女人也不像女人，你像什么？你看看你，总裁不像总裁，男人不像男人，你像什么？还动不动就把别人胁迫到这儿来做事儿。好好干活吧。好好闭嘴吧，神经病。你们先去吃东西吧。好。真好看。小丽，你看你，妈妈自己盘个桃花和口红就好了，你这样浪费多少钱啊？花不了多少钱，妈。这是我订婚的日子，当然让你跟爸爸风风光光的出席了。你还真是费心了。不过你话也讲得对，今天是你跟千初订婚的日子，我跟你爸爸是应该好好收拾收拾。走了妈，换衣服去。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料子真是好飘逸啊。妈，真好看。你坐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喜欢吗？小时候我陪你去参加婚礼，你看见隔壁阿姨有一个特别羡慕，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一定要给你买一个更好的。是没有白谈的。妈，我订婚是喜事儿，你哭什么呀？
没有，我哪哭啊，我只是高兴呢。小迪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中间错综复杂，坎坎坷坷，你总算达到了心愿。今天你要跟千初订婚了，可是你知道，妈这心里吧，总在觉得这件事对不起小念，所以，小迪啊，听妈的话，私底下跟小念赔个不是，千万不要跟她再闹别扭了，好不好？妈，非要在这种时候提施小念是吗？我对她怎么了？我给她买礼服，给她联系出版社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我答应你，我私下会去找他聊的，好不好？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总提他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啊！好了，快坐吧，你今天也累了啊。哎，妈，石小念这儿是不是有个疤呀？就是我陪他去买礼服看见的，但我没看清。对。你姐姐啊，是有条疤，就在这地方有一道很深的。什么时候弄的呀？大概是十五六岁那时候啊，她老跟千初出去。啊，有一天小念回来特别难受的样子，我就问她怎么了，她就跟我说是给热锅油给烫的。哦，当时我好紧张，我马上把她衣服打开一看，都化脓了。所以我就带他到去医院里去治疗了。进。吩咐厨房的人把剩下的饭都保鲜，保持这种口感。哎，给石小念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晚上要用啊。都准备好了，小老板。嗯。该死的公偶，哎，累死我了。下一步准备再研发一部更加新。没想到这个男人脾气那么臭，认真工作起来的样子还是挺帅的。石小姐醒了，那待会儿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，带她去梳洗打扮吧。好，肖老板。谁要梳洗打扮呀？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再不去打扮，马上就要到日记岛了。不行，我不去，你快放我出去，我不能去那儿。听见没有，女生，放我出去。哎哎，司机师傅，放我出去啊！
好时间啊。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我一会儿就到。对了，小迪，那件订婚典礼的礼服你为什么要退掉啊？不喜欢吗？那件礼服是露肩的，我肩上有疤嘛，穿上不好看。我可不想在来宾面前跟你丢脸。那行，我联系让他们换一下，做一件不露肩的好不好？千初，你对我真好。只要你开心怎么样都好。我一会儿就去接你。嗯，拜拜。是不是还没来？是的。本来想趁着这次订婚典礼跟他缓和一下矛盾，没想到他还是有心结。现在除了他还有谁呢？还有 ，N 一科技的攻线还没有到。公欧。对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等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喂，出来啊！
我穿成这样，我怎么出来呀？你不出来，难不成我让穆千初亲自来接你啊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？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其实没有什么想说的，但是我今天能站在这里，牵着我最爱人的手，我觉得真的很幸福。以前我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平，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，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迪，我会用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去爱你。从现在开始，让我来守护你，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。谢谢。这是谁呀？这是谁？他在干嘛？就是。久仰他，是小念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啊，对了，二位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迟到了，打扰了二位的订婚典礼。你们继续，我们俩随意坐就好。没关系，龚总请多坐。好，啊对了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大礼来送给二位，你说。我这一身衣服，还有后面那车蛋炒饭，全都是你设计的吧？全是。知书达理，落落大方。啊，对了，爸爸的好女儿，也是一个未来的。你的身上好像缺了点什么。他非常聪明，目前在西风世纪商场上。我刚好想来，把你带上。有声有色。不用了。两个人郎才女貌，志趣相投，志同相恋。你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。耳钉，来，你戴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戴。要不然你肯定给我耳朵戳个洞。好心当成驴肝肺啊！下次啊，就让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参加典礼，看你还敢不敢顶嘴。